一层塔，一层塔的主要材料有三项，第一项是搅拌奶油，第二项是精制面粉，第三项是六酶。六酶的话，可以在一般的星球表面寻获。首先将精制面粉跟搅拌奶油做成糕点，然后再将糕点做成派皮。派皮再加上六酶，就完成了异常塔。